你看这梅洛还在耽误，也不是耽误谁的时间。你跳起来，你这种动作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就是一个犯规，你看一个下落，突然下落。哎，这个小门是通哪儿的呢？这问题就快赶上当初的那个正大综艺了。还有给几个答案？三个答案。嗯。通往更衣室，还是这个一个储藏室？关紧闭的。哎呦，小球漂亮！这下锁定胜局了。哎，这球太漂亮了。嗯。他不是一个全才，但是他是一个天才。天才，天才，天才。他是一个可以凭借一己之力能够改变局面的球员。嗯，这就是伊布拉希莫维奇。这场比赛，国际米兰队一头一尾，凭借伊布的出色发挥，2-0。